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是2017年5月27号，星期六，农历是五月初二。好，听众朋友们，那么下个星期二就是我们传统的端午节了啊。好，那么今天呢就开始呢给大家做悬疑综述节目。喂，你好。喂。喂。喂，你好。喂。你好。师傅啊。哎。是师傅。是啊，请讲啊。喂，你好。哎、你好。师傅啊。嗯。喂，听得见吗？听得见，你讲吧。哦，师傅啊，感恩师傅。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师傅辛苦了。哎。我想问一个亡人。请讲。叶秀珍，叶子的叶，树叶的叶，秀丽的秀。还有珍珠的珍，他现在在哪里？叶秀珍什么时候死的？2014年。你们应该做不到他梦了。有时候还有。他现在在哪个道啊？马上投胎了。投胎吗？我看看什么时候。八月份。师傅，那我8月份。八月份。那我可不可以再加印小房子？还是个女的投胎。哦，你们给她小房子念的不多。大概四五百张有的吧。你们啊，没有，最多200张。没有，最多200张嘛，要么我念的不好啊。对，就你一个人念的。是呀，我就一个人念的。那你质量有问题。那怎么办？我是不是可以再许愿，多念一点？可以啊。师傅，你那我念多少呀？你要念245章。哦，245章。看看能不能有机会到阿修罗。是这样子。好的呀。否则投胎了，你看看你们家里亲戚有没有人生孩子，你就知道了。周围的。八月份要生产的，八九月份。是这样子啊。你一查就知道。好的。好的，好的。好吧。我再问一个91年的羊。91年的羊是吧？是男的。想看什么？他现在身体怎么样？还有他现在的工作是不是还可以继续做下去？91年的羊。这孩子呢不大懂做人，听得懂吗？容易得罪人，连老板子。明白了吗？人不坏啊，连老板子，所以容易得罪人。他改变一下自己，多念点心经应该会好起来，这个没什么大问题。好吧。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他身上有，在肠胃上面。在肠胃上面。你就问他肠胃很不好。那要多少小房子啊？39。39是吧？就他名字的要经者是吧？对。那放生多少？其实这孩子没有什么大病，就是心里稍微有点忧郁。对。哎，我跟你说。好吧。对的，师傅，你说的对的。那放生需要多少？放生啊。嗯。1900条就可以了。900条是吧？师傅，我再问一下，我们家佛台怎么样？你们家佛台啊？还好啊，蛮亮的。是菩萨来过吧？来过。来过了是吧？好几个。家里有没有灵性？好几个菩萨。家里没有，没灵性。感恩。就是你自己身体不好。我自己怎么了？你有点忧郁症，你知道吗？是吧？我以前没学佛的时候可能是，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多了。你胆子太小，什么都害怕。什么都害怕。我现在好像胆子大好多了。好了，结束了。好好念经吧。师傅，那这个小孩子的工作现在那个地方还继续可以做下去了？可以的，没问题的。可以的是吧？做到明年6月份之后再看吧。
明年六月份是吧？嗯嗯嗯。哦，明白了明白了，甘肃甘肃甘肃，再见再见。啊，谢谢谢谢，甘。喂。Hello。你好。师傅你好，弟子给你请安，师傅。谢谢。师傅，帮我看一个女同修，75年属兔子的。75年属兔的。啊，对的。75年属兔的，好了，想说想看什么讲吧。啊，他你看他家里的佛台是不？佛台还可以啊，他的佛台，他说他的水杯有时会响。嗯，我看看啊。有声音。你叫他水杯换掉。水杯换掉。哎，他水杯上面有花纹。嗯。哦。哎。好的，师傅。听得懂吗？换白的。换白色的。嗯。好的，师傅，好的。我不能讲给他听太多，讲给他他会害怕的。有灵性来喝他的家里的水，怪不得有声音了，而且这个声音是晚上发生的，晚上，晚上发生的，好的，师傅，师傅，他的房子有要经者吗？有啊，49章，念吧。49章，好的，师傅。还有师傅，请看一个亡人，名字叫张顺友，张是工长张，顺是训练的顺，还有友是朋友的友。10年去世的。10年去世的，是的，师傅。叫张顺，顺顺利的顺啊。对。有呢。顺利的顺，有是朋友的有。张顺有。张顺有。男的。张顺有。哦，小房子给他念的不多，还在地府呢，还在地府。不好，不好。如果他需要几张小房子呢？如果超上去的话，86。86张。可以的，师傅。好吧。师傅帮，可以的，可以的。师傅帮看一个莲花，25582，女的。在。还在啊？在，很好。很好，什么颜色啊，师傅？白的。白的，还可以看一个吗？靠岸不能看，不能看，靠近须弥山，靠近须弥山。靠近须弥山是吗？2558也在，2582是吧？25582，还有25598。哎，不能看这么多了，好了。OK OK。结束了。师傅，刚才你说是在须弥山是25582的莲花在西明山，你说的第一个，第一个，好的，师傅，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同修的业障投受自己背，感恩观世音菩萨，拜拜。本来给他看一个了，对不对啊？他再要一个就不看了。我跟大家讲讲，端午节吧，端午节呢，实际上呢，是中国传统的传统的一个节日。在这个节日当中呢，主要呢是这主要是呢这个5月初五因为呢现在呢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端午节怎么过。其实端午节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吃粽子，对不对啊？其实呢每一个节日呢后面都有一些很多美丽的传说那当然端午节也这个不例外。那么为什么叫端午节为什么？那么有一些习俗，为什么要吃粽子大家最清楚的就是端午节的那个时候呢，就讲的是屈原屈原。那么据说呢，端午节呢，这个有很多人呢，就是当年呢，这个
啊，为了避警毒，你看他打进来了，另外一个打进来了，哦，他要很长时间他自动会挂掉，然后人家就醒来。喂，你好，赶快吧。哎，台长你好。你好，你好，赶快。刚刚大叔到这边关系用菩萨，刚刚陆队长我终于要打通了。呀，你打通。台长好。你刚打通是吧？嗯。啊，你讲吧。嗯。啊，那你叫我看看，我是1963年的兔子。1963年的兔子。看看我，从咱的你家大多少是？我念的小房子的效果，这我念的效果，你我这念的质量怎么样？还我身上还要灵性吗？小房子念的质量不错。是啊。但是你的肠胃，谢谢肠胃很不好。对，可对，我肠胃倒是不好。我告诉特别怕凉的外口。我告诉你，不是怕凉啊，而且你现在胖啊，偏胖啊，很胖啊，听得懂吗？我以前胖点，但是也不很胖。哎呀，很胖了，我看着你的样子很胖的。啊，谢谢，谢谢台长，台长。你自己，你自己第一呢，第一呢，自己呢要多运动。第二呢，肠胃要保护好。还有，你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后的喉咙啊、咽喉啊。咽喉你会出问题。哦，你吃全素了没有啊？我倒是2年了吧，我就没有吃荤的，但是吃素的。但是我许愿是许了28天，今天不是才初一啊吧？5月初一，我许了吃全素了。你要实际上我2年我就没有吃，但是吃全素。你刚刚吃全素，要早点吃的，因为呢，我早就吃了，但是不敢许愿。我今天这个。今天是5月初几啊？我是5月初一跟10月初。你是在昨天哦？昨天是初一。昨天初一。许的吃全素吧？我告诉你，你许愿和真的吃全素是两个概念。你许了愿的话，你有功德的；你不许愿的话，你吃素，那只是说你喜欢呢、习惯呢，都可以讲的。他没有愿力在里边，他没有功德的，明白吗？这是。哦，我其他嘞，我这身上这个业障嘞，或者灵性嘞。你身上的业障，我刚刚已经讲了，主要是在肠胃上面。还有一个地方是喉咙，你以后要当心，你的咽喉以后会长东西的。哦，那我怎么预防啊？怎么预防？第一，吃全素；第二，多吃黄瓜。醋，凉醋放点糖，醋糖醋拌黄瓜。还有呢，第三呢，多喝水。第四，不要说人家坏话。哎呀，我找时间光说我的嘴把不住。你的嘴把不住，我早就看出来了。我告诉你，你的嘴巴就是最大的麻烦，你就是造业呀、会消掉你很多的功德。功德做了不少，嘴巴又漏掉很多功德，听不懂啊？好吧。这个，我看我打听的孩子找不了没有？我去年去打通的时候说，我还有2个孩子没要找。我按你说的小房子，我收了，好像要收了点，看看找完了没有？几几年属什么？再讲一遍。我是1963年出生的，属兔子的。啊，都走掉了，啊，谢谢台长，谢谢台长。你像我这小房子，还有我的经文怎样念呀？你小房子现在，你现在念7章就烧掉，念7章就烧掉。7天是许哪儿啊？许这个孩子啊，还是我的外父啊？你的药经者就可以了。是啊。你现在为什么要不停的念小房子？因为你的。肠胃和你的妇科都不好。对，听得懂了吗？你一定要念小房子，继续烧，烧到你的妇科也好，肠胃也好，明白了吗？谢谢台长，台长，你给我看看我家的佛台好不好呀？佛台还蛮好的，蛮好的哦，谢谢。你这个人呢，人不坏，
啊啊，对人也很好，就是喜欢管闲事，嗯。对，就是贼，管不住，我自己的就管忏悔我自己。我说，哎呀，据说吧，有时候又没有个说出去了，该说。啊，说出去好不了，你说，对不对啊？嗯、啊。嗯。好吧。嗯。嗯。其他没有。陪着。嗯。到看个我的外甥女，她也开始念经了，去年她要抑郁症的，你看她念的，嗯，还差多少，好不好了？怎样念吧？几几年属什么的？对。1970年属马的，今年这是啊，看到了，70年属马的，看到了。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是70年了，可能是吧，像他属马的二十几啊，27、28了，我弄不清他。圆脸，我看到他圆脸。嗯。圆的脸，他的爸爸、哦、对对对对，他的爸爸妈妈两个人当中感情非常不好，嗯。他的爸爸没了，哦，怪不得，去年没了，怪不得了，嗯。嗯。我告诉你，我看他就是家里的这个父母亲的情况造成他的忧郁症的，嗯。对对对，他家庭倒是不很和谐。他的爸爸跟他妈过去老吵架，嗯、老吵架，他忧郁症的，嗯。嗯。他的妈妈人很善良，但是呢，经常呢就是跟。跟天上讲，跟菩萨讲，哎呀，我这个老公啊，他菩萨、啊，你惩罚惩罚他，所以不好讲的啦。因为我这个看到了之后，你去，你去结果以后告诉所有的人，你跟他吵架的时候，你诅咒他，菩萨听到，护法神听到，你是当时为了泄气，啊，为了发脾气，但是你要知道，真的会有果报的。嗯。听不懂啊？听懂了，谢谢。啊，等到真的么死了么？好了，寡妇了，现在。对。听不懂啊。嗯。人不能凭一时之气，人活在世界上要有理智的。嗯。明白吗？嗯。好了。哎、啊，你看他那抑郁症，他怎么样？能说多少张小房？他是去年从现在开始。念个幸福念经也供上佛台了，你看看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还怎样念他的功课去了？嗯，继续念。他这个忧郁症有的念了，还要790张呢。还需要念790张。啊。啊。好吧，这小女孩呢，啊、她的忧郁症不是亢奋型的，不是去跟人家搞的，他就是自己关在房间里的，嗯，对对，可对的是。啊，就是他这孩子挺乖的，挺老实的。嗯。好吧，那就这样了。嗯。啊啊。嗯。好了好了。台长，谢谢台长。啊，再见啊。感恩观世音菩萨。啊，再见。嗯。嗯。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所以大家打完电话要赶快挂掉了，否则别人打不进来啊。打不进来的话，我只能候着，大概要候1分钟之后或者2分钟之后，它还自动关掉。喂，你好。喂，喂，喂，你好，喂，你好，你好，请讲。喂，你好，啊，你好，你好，你好，哎，蒋楠。今天可以打得通了啊！你好，我打了几天都打不通，打几年都打不通，请讲。很感恩台长 啊！我问一下啊、哦，喂，哎、啊，你讲吧。哎，我姓我属牛的，啊、我1943年的，你帮我看一下，啊、我的婚姻没那么好哈，台长，谢谢你。啊，几年属牛的？啊？几年属牛的？我属牛的，1973年的。73年属牛的，我看看。啊。你想看什么？讲给我听吧。啊，你帮我看一下，我的婚姻没那么好，我还没结婚。啊，我看看，我看看。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73年属牛的。啊，你的婚姻啊，你的婚姻啊，我告诉你啊，你不是没结婚呐、啊啊，你有一个人的感情过去很好，后来崩掉了。后来崩掉了。那、啊、你过去有一个的，有一个谈的吗？过去有一个，但是他有、啊、他有那个，
有 cancer， 上 cancer， 他就同我，他就跟我分手的。对啊。记得我过去有的。啊，我告诉你啊，你不行去了解了解，这个人死了没有？到现在还没死。我现在去了解了，但是他说他复发很多次，复发几次了就不行，他就跟我分手，去年分的时候。你呀、啊，我告诉你呀、啊，算了、我都不想讲给你听啊，他就用这个理由来跟你拜拜，听得懂吗？哦，这样。哎，这样你太老实了。哎，我一看图腾都看得出来、哦、所以你呀、啊、算了吧，这种男人既然不想跟你好，你去跟他好干嘛啦？是啊，他不想跟我就不跟他好了。哎，不跟他好就完了，像你这种人嘛，太老实了。就是他就是有点胖胖矮矮的，是不是？对有点大大眼睛的。对对。嗯。哦，那我现在有点急，感谢你，非常感谢你台长。你现在打了很久，你现在婚姻还是有的呀，但是都不好的呀。是啊，都不是不好的，就是不是有都是有人家有老婆的那种。对呀、啊，对呀、啊，人家有老婆，你去跟人家掺和干嘛？刚刚也是，刚刚是去年底也是有一个，但是他现在也跟我不好，他也是有老婆的。我跟你说了，你为什么老去找人家有老婆的啦？你不能去好好的从人家介绍一个吗？农村一点的，老实一点，怎么好啦？你以后我也想啊，但是没有啊，台长没有就乱找啊，没有就不要找，听不懂啊？哦，知道。你一个人不能活的，活着要死掉的。像你这种人，那台长帮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嘞？像你这种人又不是离不开男人的女人了。老实的不得了，还非要找个男人来管住自己。你这种人会管住男人的？你这种性格永远人家男人把你抛弃的。你上辈子是个男人，经常玩女人，你听得懂不啦？哦，知道知道。你自己看看了、啊、你自己的毛病啊，胆子么小的嘞，碰到什么事情呢、啊、我告诉你了，人家男人跟你一好就马上就要做这种事情跟你。你什么事情都同意的，我可以告诉你，这就是你在还人家的情债，还完了人家就跟你拜拜了，听得懂吗？听得懂。人家跟你玩玩的，谁跟你争的？你现在只能等啊，我看看要等到明年了，等到明年的七月份。哦，和还有没有嘞？还有没有？还有一哎呦，还有没有急的嘞？那个样子，哎呦，我的妈呀！哎呦，就这种，就你这种老实人。哎呀，还要哎呀拼命找男人，哎呀，真的我都无语了。没有，我妈妈很担心我，台长。你妈妈很担心你，你妈妈很担心你，你妈妈自己婚姻好不啦？我早就跟你讲过了，你自己想想了。你现在就这样吧、哦，你现在只能这样。你现在呢？明年七月份会有个戴眼镜的。哦。老实一点的，长得也不是太好看。哦，瘦瘦的，你注意一下，如果有这么个男人出来的话嘛，你就跟他多讲点话，聊聊了。嗯，好了，你要记住了，你不要再去找好看的男人了，就你自己长的那个样，你去找好看男人干嘛啦？脑子坏掉了。我也不是说找好看的，还是我你。你前面两个男的都比你好看，你不知道啊？前面两个男的啊，都比你长得好看，你不知道啊？你为什么要去找了？傻的嘞，真的没脑子。他也是有点矮矮的。对呀、啊，矮矮的，鼻子很高的。嗯。你眉毛蛮浓的，眉毛很浓、哎，两个眼睛当中眉毛分开很多。嗯，很喜欢讲笑话。那现在还在吗？不知道。你很糊涂了，你好好念经吧。好了。哦。你好好念心经吧。就你这种老实人，真的像农村人一样的，你还要拼命去找这种婚姻，我看你真的脑子坏掉了。你好好念心经，听不懂啊？嗯，好啦，那我要念什么经好一点？心经啊，心经啊，开开智慧啊。哦，那我的那个我自己的那个有没有那个
会长有没有那个就是说我的邀请者有没有我身上有没有灵性呢？帮我看一下。有啊，你掉过孩子啊？我掉过孩子啊？你自己不当心掉过孩子的？是吗？我没有看到。哎，你没有看到，你不知道，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你正常的生理期很长时间没来，有过没有？有什么？正常的生理期很长时间没来。没有啊，我谈恋爱的时候，我是正常的人。谈恋爱的时候，我不要讲了，是吗？我都看都看到了。那种你长得个子很矮的，我都看见了。嗯。是吗？你自己瘦瘦的，长得很矮的，对不对啦？我跟那个男的是瘦瘦的，是不是你说的？对呀、啊，我说你也是瘦瘦的，个子很矮。没有，瘦瘦的都没有的。不是，我说你呀、啊，哎呀，听都听不懂。我这是瘦瘦的，有点高高的。你高高的，你就是一米五十几啊，一米五六最多了。一米六这样，我这是1973年的属。看到了，我已经看到了。哎，好了好了，颧骨高。命很硬，你自己好好念经了。好了好了，那将来接个老公好不好？将来有啊？不知道不知道，你要找老公到婚姻介绍所去，不要来找我。哦，我知道，财长，谢谢你。好好念经了。没有，我问一下。啊，知道。那我问一下，有没有那个灵性呢？我身上有没有灵性？我已经跟你说有了，你就念32张小房子。哦，念32张小房子。啊。你已经很老了，你知道吗？你年纪不大，你人已经很老了。你自己要记住了，你不能再在感情上再玩了。你这么，你前面两个已经玩了，你很憔悴了，听得懂吗？嗯嗯。你自己要心里，哎，真的，你要听台长话的呀。我听你说，你现在说，我听你说，因为我以前不知道我是澳门看你说的话来，我回来我都念经了。对呀、啊，我回来我都念经。你千万不要再去搞这种乱七八糟的婚姻了，否则会害死你的，听得懂吗？听得懂，听得懂。你自己，你现在精神上受不了啊！你听不懂啊？是知道我自己就受不了这样的啊，受不了，受不了，你受不了，没好好改毛病，好好念心经，开智慧。啊，再念念大吉祥天女神咒，我跟你说，你找不到好的，你最多明年我就跟你讲过了，7、8月份有一个瘦瘦的戴眼镜的，老老实实的，就这个可以了，好了。嗯嗯。好了好了。那我都念心经。啊，多念心经，还有大吉祥天女神咒，好吗？哦。恭喜你。那我现在有一个介绍，就是在网上就是有一个外国的，可不可以、啊？少找啊，少找啊，很危险的。外国就是外国网上找的都是骗人的，没有几个是好的，没有几个真的。我们澳大利亚就是这种外国人专门找中国女的，想没身份的来跟人家谈，在意大利跟他谈那么完，照顾他，然后到了差不多时间了，说我不跟你感情不和，就跟你分掉，然后他再登报再来一个。他就这样的，这种人很多啊。他一个单身汉一直到底，他就是这么陪他半年，签证到了你们走了。你一定要好好学佛，多开智慧，多跟佛友去。如果真的有婚姻运的话，你再找佛友也好啊。哎，通过佛友介绍，你再这样下去，你没有命的，我告诉你呀、啊。你前面哎，好了好了，再见了。知道。好了，那我就问一下，如果那个吊台起那张，又写几张？又念几张小房子？32张吧，好吧。嗯、哦，我的我自己的32张是不是？对对对，给你自己的孩子，你已经魂魄不全了，我告诉你，你智商严重受损。好了，再见了，再见再见。好的，谢谢海长，谢谢海长，非常感谢。再见再见。好，非常感谢。嗯。你看看这些海外华人华侨，真的很可怜的，搞都搞不清楚啊！真的，你不学佛，他哪知道啊？你们现在学佛，你们都知道了，好坏。哎、你好，师傅你好。你好，嗯。弟子给师傅请安。嗯，谢谢。对不起，师傅，刚才没听到。师傅，请您帮我看一下一个2012年属龙的男孩。
他身上是否有灵性？2012年是吧？啊，2012年属龙的。2012年属龙的。嗯，身上有灵性。喂。喂，师傅，请讲。身上有灵性。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像一个白眼狼一样的人。哦，是吗？因为之前师傅看过是有一条蛇在他身上，然后念了小房子，然后最近这段时间，他的外婆又感觉他好像不太对劲的感觉。现在一个白眼狼一样的人在他身上。需要多少张小房子？我看看啊，要78。师傅，对不起，听不清。78。好好，感恩师傅。然后师傅，请您看一下，他之前您说他是一个他是一个讨债的，然后是不是这段时间都要一直帮他念很多的小房子？对，他特别不听话，特别不听话。就是来讨债的，已经花了你们家很多钱了。嗯，对，是的。我告诉你，他到了晚上不想睡觉的。嗯，对，这段时间都晚上都不想睡觉，特别兴奋，特别想玩。现在知道了吗？好了，嗯，感恩师傅。那师傅他功课的心经要念多少呢？功课心经多念一点吧，这人念36遍。36遍每天是吧？对。要持续多久？先念3个月吧。嗯。3个月好，那礼佛呢？礼佛3遍。3遍每天哦，好好，感恩师傅。然后请师傅再帮看一下2008年属老鼠的女孩子。2008年属老鼠。嗯，对。2008年属老鼠。想看什么奖吗？看他身上有没有灵性，他胆子特别小。嗯。啊，这孩子看到了，特别当心啊，他腰很不好。哦，他腰不好，好。啊，还有肠胃也不好。对，他吃不下东西。啊，肠胃，他这个肠胃整个粘连的很不好。哦。嗯，还有啊，这孩子啊，痔疮啊，大便不好。对，他大便特别难拉。啊，看见不啦？呵呵，我跟你。感恩师傅。你要特别当心啊！这孩子，我告诉你，现在身上灵性有啊，有灵性。嗯。哦，有灵性。嗯。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像水塔一样的一个灵性，我看看啊。嗯，感恩师傅。36张吧，嗯。36张，好好的，感恩师傅。那他肠胃上需要念小房子吗？肠胃上的。就肠胃上一起念，就36张里边先念吧。好。念不好的话，再继续7张7张念。好。你去问他的皮肤很不好。对，他皮肤特别瘙痒，他经常。我告诉你，就这个水塔整个附在他的身上，很脏的。哦。嗯。哦，这样子。非常瘙痒了，明白了吗？好的。好的，知道师傅。嗯。感恩师傅。然后师傅，像这个08年属老鼠的，他特别胆子特别小，需要念些什么经给他吗？而且他外环境也不好，他特别不喜欢交朋友。就念消灾吉祥神咒。消灾吉祥神咒。解结咒。嗯，好了，嗯，好，消灾要念多少遍呢？49，姐姐咒49。那之前师傅开始让念如意宝轮王陀罗尼，那还需要念吗？改过来了，现在跟你讲。改了。好，感恩师傅。那师傅他的功课的心经是多少？先念32遍吧。嗯。好的，感恩师傅，感恩您。好了。我们的业障我们自己背。嗯、感恩师傅，师傅再见，感恩。再见。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师傅。啊。喂。请讲。师傅，麻烦看一下一个08年的鼠。08年属老鼠的。哎，一个小孩，8岁多。8岁多，08年的。他现在就是还没有9岁就开始发育了，他妈妈说。女的，男的？女孩。好，叫他赶快给他吃。停掉吃一种营养素，嗯。吃什么营养素？他有啊，他吃了一种营养的东西啊。
吃过一段。现在给，就停掉那个营养素是不是？赶快停掉，嗯。那他有没有灵性，师傅？有。嗯，需要多少小小的鱼，一条条小鱼很多。哦，对对对，他爷爷奶奶跟说，听说给他吃了很多海鲜。很多活的，嗯。就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小房子大概要38张啊，先第一波。啊，第一波38张、嗯，然后就还是继续练习，是不是？对对，嗯。哦，感恩师傅，麻烦师傅看一个亡人，嗯，叫刘春秀，春天的春啊，春天的春，秀丽的秀，女的是吧？92年走的，女的，92年走的，刘春秀，刘春秀，刘春秀，是不是头脑袋前面有点刘海啊？嗯，我不认识，是同修、啊、是师兄的妈妈。有一点刘海，脑袋前面，眼睛不大。嗯。之前给他练了108章，嗯，师傅说在好像欲界天，现在他又练了多少章我忘了，师傅有。还在欲界天。嗯。还在欲界天，还需不需要给他练呢、嗯？就是上去是不是比较难？比较非常难。那还继续练吗？难得不得了。对不起师傅，对不起，普通话不好、啊、你听得出来的。我听得出来，我以为你听不出来的。你叫他好好的努力。多念一点总是没问题的啊。好的，看看看吧，推推看，推得上去就推，对不对啊？我们学佛人、嗯、不怕苦不怕难。嗯，是的，是的、嗯、坚持就是胜利。对啦对啦，好的，感恩师傅。嗯，好了，谢谢，再见，师傅辛苦了。嗯，再见，再见，嗯，再见。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今天打不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那么星期天早上，就是明天早上12点，啊，继续可以在空中跟台长沟通。好，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